我们 LPL 五号种子选手，种子队，要一定要加油，打死 G2，不错了，打死大乌龟，泰坦，深海泰坦，诺提勒斯。他好像是防御天赋啊，我们先 A 一下，打他一个镀层，耶，再打他个镀层啊。你小子行啊，直接跟他锤啊，交闪可以。我已经好久没见过泰坦上单了，这是一个新奇的东西。这兵怎么一个都没补着呢？我看看啊，他没有药了。生疏了，兄弟们，容我热热手啊！容我热热手，有点生疏了。我们家堂堂搁那阿木木野区呢啊，不用着急，先打你。他骸骨还没出来，我抽一下，让他以为他能打得过我，但其实不然，他是个屁。好，六一 A， 吃小饼干，套点盐 ，A 接第一个抽回血。刚才我用了一个非常细节的操作，请问有没有人看得出来？有没有人看得出来？非常的细节，连我自己都被细到了。W， 你看你们就看不出来，就是我并没有用我的平 A 来杀他，我选择 A 取消 A 的前摇，然后 Q 死他。1325，差点钱呢。等会儿钱。如果我刚才 A 他，应该是我们死。A 出来了，应该就我们就死了，应该可能会被他换掉。此地不宜久留。不就是没 A 出来吗？不是啊，这是我自己取消的，不是没 A 出来。劫零杠二，俺们家全线优势啊！哎呦我，先插个眼，这波不要跟他打啊，不打，把他放出来，让他走到这个位置，他没有闪现。勾我，勾我！喜欢勾？我的车！虽然我把他泰坦杀了，但我感觉我的手感不太对，手感有问题。
不知道杰来不来、我感觉到了，说明我们的意识没毛病，只是我没乐意走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差点出错了，我以为要出可血战斧了呢，给我整的。劫起飞了，三个终结，400、100、150、700，700+369，900，700+900，1600。哎呦我，还有我，哎呦我，哈哈，从0-2变成5-3了，行啊。九头蛇 ，BA 再 A， 一个抽 ，W 平 A， 死了 ，N 接抽，一九头蛇点烟没点出来，啊，点烟出来我估计也死不了，他应该炖好了，泰坦还老回来勾我，你知道吧，这人挺烦人的，绝对不能让他修刚起来啊。我好傻呀，这我的车那杰又跑上来了啊，让他跑没事，这波让他跑空问题不大，我走了，来跑随便跑，对，影流蜘蛛随便跑，你等一会儿，这位置可能有人，你小心点，确实有点诱惑的泰坦，好风墙，过来给我把这泰坦杀了，你怎么不杀人呢兄弟呀、啊，在这儿等他啊，看他到底推不推这线。这螳螂前期这么顺，我就在这儿等，我看你啥前出来啊。我们就在这儿一直等，我看他什么时候出来，看看到底是他能扛得住还是我能扛得住，我不补了这些刀，我不补了，我就往这一控，我看你到底来不来，你爱来不来，他们把技能都放完了啊，这一波肯定不能有技能，我们指定是死不了，肯定是打不过我们，我憋死你，我看你补不补刀，三个人过来抓我，三个人过来抓我，我就三杀。他们没技能。
等个点烟啊。有妖气。呀。这就是这螳螂不会玩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他拿完峡谷先锋，他不帮我，他不帮我把上塔推了，你别让我遇着你啊！他跑去帮下路，他跑去帮中路，你说你帮我把这塔推了，一些塔我没拿。用不着理他，干啥呀？啥意思？现在他有点烟啊，不一定能打得过。等一会儿，等个七秒钟，我们的 W 就好了的。回家了。好点烟，你说你就非得要打断我一下，你这上当了。你可挺膈应人的，我这一看呢。挺烦人的可。把他中塔给他拔了。我的塔，打个蓝去。他们家中塔又丢，下塔又丢，丢了两座塔，把蓝打了。还有双 buff， 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等个七秒。不能杀呢，他十二级，我把他杀了，直接升一级。来，去修这个几年，他老在塔下待着，挺烦人呢。我找不到他呀，这人不出来呀。哎，可以啊，等他把影放了再来。他可能有点烟。哎，真鸡巴怂的，天哪！你杀八个人，十二级的解友大，你不敢上？真猥琐呀，我这一看呢。你有什么不敢上的呀？
这个节我发现了，除了敢捡捡漏以外，别的地方不敢上，不知道为啥，太猥琐。半管子血都不敢上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开始。打个红的。我要是满血你就算了，你半管血还不敢上。三件套啊，我操，他16分钟三件套，我们一件套。他指定去上路要杀亚索，可能。哎呀，他去下面了。这亚索跟着泰坦打一会儿。走，找到他，还防御天赋，嘿，我的妈呀，还来个维鲁斯，防御天赋，我的天哪，这节给你玩的。我一打海主斗城出来，给我吓一跳。螳螂是什么意思？干啥呢？啥意思？头挺大的。算了，不打的了。你干啥呢？不是，不是，阿木木啥意思啊？给个人头吧，这么幼吗？这拉克斯真幼啊！你干啥呢？逞业之剑，能否给个人头？324了，兄弟，人头在哪里？31-17，行。哎，回家。哎呦，好色。Nice， 我马上到。哇，帅呀、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瞅啥呢？你瞅啥呢？怎么还在这瞅呢？团营不可怕，没谁谁尴尬。别怕，可以干。怎么的？有闪了不起呗？这不杀实在是不行，你知道吧？其实这波不交闪好，我不知道能打着他。我看着拉克斯我就难受。还装备，
我害怕那泰坦直接勾我，他不勾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不勾，等了半天他再勾，他也不救那拉克斯。呀，还会走位呢。马上到啊，给点银头，放风墙啊！哎呀，放！哎，好大！这个维鲁斯咱就不杀了啊，把杰杀了。好，小光头，剩个小泰坦。得着急斩呢，着什么急呢？把中路推了，拉克斯。打这么一波团战，就他妈一个人头。太难玩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那人头都让谁给拿走了？这一幕我怎么好像见过呢？哎，可以干，来来来来来，咱就打了劫啊！我今天就杀这光辉女郎了，别人咱就不杀了，好吧？维鲁斯来，一个没有。三六三十一，哼！怀念现在的死亡之舞吧，嗯。此地物以久留，以后就没这死亡之舞了，死亡之舞就不回血了，九头蛇的主动效果也没了，变成可血战斧了。先把拉克斯杀了吧，怎么感觉我虚区这么低呢？我感觉对面都好肉哦，都打不动，那拉克斯都有点打不动，虚区稍微有点低呀、啊。这干啥呢？单挑大龙呢？打一年吧，累死你！马上来啊！马上来，马上来，别着急。好，杀一个，不错。马拿走。先杀他拉克斯啊！这还挺会风筝人的呢。杀我啊，杀了交闪吧。
没有 W， 没有 W，W 依旧投蛇啊！真能跑啊！你给我单杀他，能打过他吗？不给你勾了吗？400块，27分钟干了82个头，来个表吧，来个表。以后我们的出装就是科学战斧、死亡之舞、九头蛇、水银海、春哥携手，少了一个三项，把三项变成科学战斧就完事儿。其实这把应该出黑切的，他们家太幼了。双方 ADC 互换生命，好吧。推中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打不过，走位。走一波，我有水龙龙魂了，我牙说在这打小龙呢。你干啥呢？行啊，小伙子。往哪跑？走呗 ！A Q 一 A 九头蛇 A W A 接一个 Q 死，先杀小光头，呀，打劫！哎，五杀了！你！哎呦，兄弟们！哇，你是真能跑啊，太幼了这。太能抢了这队友，我不给个五杀的。没清雨是真打不动的。来一个金丝。金丝猴失败。区区这么低还想五杀，想，对不起，我的区区有点低了。 MVP